池忠国换下张稀哲换上，然后艾克森应该是换下张玉宁，他真不行。刚才是有点手球的感觉，这个沙特。哎，张稀哲刚才这个球，趟了三下，两边都有队友，没出去啊。哎，上墙，看能不能发动机会。这个向前的传球传出去的话，那边都已经冲上去了。对呀、啊，本来这种就地抢断就是为了发动快攻。对，咱们就是这三个人，哎，球打到他们脚下，别人去接应。对，哎，不要轻易丢球啊。